家开会还能听到洗澡的声音呢，还说什么全公司都在开会，明明都在过节啊。人呢？再不回来，我一个人把东西都吃完了。这么多菜，我一个人哪里吃得完啊？喂，青青，怎么了？顾南舟呢？南舟啊，南舟他现在不方便接电话。你们在哪儿啊？我们在聊项目呢。南舟说了，他今天晚上要回来吃饭的。哦，南舟他没跟我提起过呀。青青啊，南舟现在不方便接电话，要不你晚点打过来。你们今晚是不是要开会啊？嗯，是啊，青青，今天晚上全公司的人都要开会呢，加班赶项目。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挂了。肯定是听错了，办公室怎么会有水声啊？应该不是这样的人，他不会这么做的。这可不好说，今天可是情人节，他怎么能不陪女朋友，还和那什么江静璇在一起呢？他说了，只是工作，他们在开会。你听过谁家开会还能听到洗澡的声音呢？还说什么全公司都在开会，明明都在过节啊。是江静璇说错了，你没听到他喊他南舟呢吗？谁家同事叫得这么亲密呀？可他说了，他喜欢的是我。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谁信谁是傻子？说不定他现在正在和江静璇两个人卿卿我我，做着大人才做的事儿。